有 IG 感的 UBI。这一次的存档符号还蛮酷的。有点紧张。新游戏可以存三个。有难度，居然有难度！刺客从来都没有难度，当然是选困难咯。不知道会困难还是不困难的困难。按住。什么什么？怎么刚开始就这么炫？西瓦绿洲，西元前49年。大象哎！主角吗？有老鹰，应该是哦。哦，法老王，托勒密。脸了，马上1年过后。You are the Magi from Siwa. I thought Magi was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Pharaoh. I am Magi to no Pharaoh. You see this?I can read my own name, Nat! Where are you? We will find you. We will find you in your sleep! 好险。Sleep. I never sleep. I just wait in the shadows and I will kill you all!Everyone who sniffed the air that day in Siwa! Ooh! 我怎么好像看不懂他在演啥？懂得杰克的保镖。You killed my master and left me for dead!That was a mistake. Your master was a murderer. I am his sworn bodyguard. It is a question of honor. I am the Magi of Siwa. Then you are a worthy opponent. 护腕留下来的护腕，为主人报仇。好，锁定你。按，美容换歌单。You are quick, Magi. I am powerful. 阿婉攻击。哦。I will be proud to have fought the last Magi. 这个要稍微有一点。哦。稍微有一点技巧哎，跟以前不太一样，摔下去了。
糟糕，快站起来！我这好像那个。A broken weapon won't save you. This place will serve us too. 荣耀的那个有一只。有一只。也是。You're not the one I sworn to kill. Question of honor. It is a fight to the death. So be it. 他很坚持啊。王金是哪一只剑长得很像这个的？嘿。嘿。闪避。闪避。嘿。哎呦，没有闪掉。快起来。连续闪哦！哎呀，他闪的时候好像不是就变成无敌呀，没有这么单纯啊，还要真的闪出他的范围才行。有点不知道自己在操作什么，嗨，哎呀 ！Anubis awaits。集满的时候可以放特殊招式，两个一起按下去就可以放特殊招式。这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砍的？可以砍。No way out。哦，他可以操作视角。最近都玩战神啊，没有操作视角习惯了。Animus 脉冲来寻找隐藏物件，还有几个是在上面。哎，不对，这应该在墙后，所以我应该先推这个墙。哎呀，有抽！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走开！我们闭着眼睛过去啊。走开！我什么都没有看到。那这代的刺客把资料库直接取消掉了。这样子就只好自己动手来查查。啊，我们身为希瓦的守护者，我想趁这个找寻出口的过程中，跟大家说说希瓦。希瓦绿洲是在埃及西北部的一个沙漠绿洲，位在靠近利比亚的边界，距离开罗有560公里，中间隔着大片的沙漠。是埃及最孤立的一个定居点，当地的夏季平均高温可以超过37度，比人体温度还要高，最高温甚至可以来到48.2度，平均低温则是在20度左右，冬天的平均高温也差不多是20度，平均低温则会来到5-6度，最低的温度记录有-2.2度。是会结冰的。好，我上来了。准备查什么？宝藏。Forgive me, Great Amun. I have need of this. 那我们继续。这里6到10月完全不会下雨，其他月份的话就是稍微下一点小雨，大概1-2 mm 左右。啊，每个月的平均湿度都不会超过 60%。 这里目前大概有23000人左右，大多从事着农业。
哎呀，摔吐血了。哎，大多从事的农业跟观光业。阿蒙神的神庙遗址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希瓦的历史，它至少在西元前十世纪开始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亚历山大三世西元前300多年曾经追逐了飞鸟来到此地，传言说他被古埃及的文明感动，自称为阿蒙的儿子。2007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300万年以前的人类足迹，是目前世界上找到最早的人类足迹。除此之外，我们对古代的希瓦了解实在是非常的少，至今仍有很多的谜团。希瓦传统文化跟埃及有许多的不同点，直到1980年代柏油路通往希瓦，才让这里跟外界有了联系。因为这种孤立的特性，这里发展出独特的篮子编织、陶器、银饰、刺绣的工艺技术。最有名的是叫做 Adrian 的大银圆盘。哇，是宝库是吧？大银圆盘，还有一种是挂在胸口叫 Agra 的饰环。女孩们会在结婚时放弃那些圆盘，有钱的女人身上挂了由当地的银匠所制作的项链、耳环、手镯、脚镯、发饰、挂饰和各种的环等等。这整套的装备可以达到5-6公斤重，感觉还不错啊！我喜欢重重的衣服。是说这里的宝藏也太多了吧？超多哎！捡。还有没有？一整个就是看到宝藏很开心的刺客。这边好像就出去了，比较多的应该是另外一边。哦，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哎，其实标记一次之后。就会一直在，是不是？还是有时间限制？感觉都是钱啊！没有收到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的感觉。哦，200块，好多！这个怎么了？特别多钱，应该是没了。哎，另外一边还有，另外一边，完全就是一个来盗墓的，这样没有问题吗？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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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东西讲完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在希瓦这边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很多学者都非常有兴趣的，那就是希瓦传统是接受男同性恋的，他们甚至会庆祝同性婚姻的祭典。因为德国的古埃及学家 Georg Steindorf 在1900年探索这片绿洲，留下了这样的叙述，庆祝跟男孩结婚的庆典华丽，而且给的钱有时达到15磅，给女人的话则是1磅多一点。另外 Mahmoud Mohammed Al-Balad 在1917年写道，虽然希瓦的男人可以娶4个老婆，但只能够跟一个男孩结合。1937年人类学者 Walter Klein 写下这样的笔记，所有的正常希瓦男人都会练习击奸，当地人并不会因此感到羞耻。他们谈论这件事，
就像谈论爱女人一样。许多的打斗起因于同性恋的竞争，卓越的男人会带他们的儿子去寻找彼此，整个希望都会知道村长和村长儿子他们的婚姻。大多的男孩在12到18岁就会熟悉期间，感觉要到出口了，应该没有漏掉什么吧？走吧。哎呦，又是虫虫！我可以拿火吗？我可以叫火出来？不敢虫吗？讨厌！走开！走开！为什么每次都要给我虫虫？哦，下面有战斗。Soldiers， 我故事还没讲完啊！不管，我们边打边讲了。人类学家 Count Byron de Prorik 都在1937年的报告指出，每个舞者都有他的男友，首领则有他的男后宫。同性恋的情况到后来被埃及王福达禁止，直到二战后，此习俗已经不再被遵守。好啦，讲完啦，砍死你们啦！你们嚣张也只能嚣张到这里啦。哦哦，砍死了，一击砍死了。I see you have made new friends.They were setting up an ambush. It's a good thing I came to welcome you, huh? It's been months. Look at that beard, huh? It's been nearly a year, my friend. Feels good to get out and fight. I am out of practice. In Siwa, everyone differs to the soldiers on pain of death, or worse. Siwa 的状况 I've killed one of the masked ones. 不太好。The Heron. Four more.Come. It has been a long road. You need rest? No. No rest. Not until all the masked ones' guts lie baking in the sand. Gods, I have missed you. 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陈小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